魏老师、林老师好，在座的同学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首先，我要谢谢那个主任，还有站长，还有开谢书、助攻。苏修德，谢谢。我朋友介绍我学长风险，其实我一直也是很好奇。他都等了到半年以后，我就跟朋友到大同站、辽宁站，我有心律不整，睡眠也不好。还有脚底筋膜炎，到了调整站以后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脚底筋膜炎好了。但是呢，在三月的时候，我运动走楼梯，这个瓜皮变小，就用跑，只有跑跑跑，只有踩空的，发生了头去敲那个铁栏杆，结果呢撞得头破血流。当时附近也有商家，后来有位小姐要乘公车，我请她帮就叫救护车。到了医院缝了11针，当时我流血的时候，我是手放在血道，但是没有血，流得很厉害，剩下一点点，一滴一滴慢慢滴。结果到了医院缝了11针以后，8天以后就完全康复了。这次参加131期长生节，我又带了更多的朋友来参加上课，但是很不巧的，这次发生了车祸。车祸呢，那个不光是满遍体鳞伤，头也出血，肩胛骨也断了，锁骨也粉碎性骨折，肋骨断了7根。到了医院以后，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到医院。第二天，当天晚上是有苏姐帮我做调整。第二天手术是下午4点，手术到8点钟结束。在这个期间，我师姐有请高人，也是我们长生学的高人，帮我演技调整。后来出院以后，在家也是。同学每天都到我家帮我做调整，调整大约8天左右，疫情严峻也就停止了。但是我身体呢，也是一天一天的康复。后来他们就没来了，我身体也一天一天的好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好了 ，OK 了。但是我就是说，这是这些同学也都是说起来都是菜鸟，跟我一样，我约他们来学长城学，他们帮我调整，可见
长生学有多么的好，你们就可想而知啊。老师有讲，有开线就有效，就有那个功力。智人又助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。开始的时候来学长生学，那时候是怎么认识到长生学的？这我朋友介绍我来学长生学，但是我考虑了很久，就是没有直接来，我是心里想，有效吗？到了学了，在长生还没有开课以前，我是脚底筋膜炎，就完全好，然后再参加上课。对呀、啊，就像现在在座的同学一样，开始参加长生学的上课。那刚刚医师跟我讲到说，你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车祸。对。那大概是多久的时候？那是五月。五月份。五月上长生学，五月车祸。就是、然后到现在就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对。哇，这真的是很厉害，大家给他一个掌声。在发生车祸，你可能这个身体不方便的状况下。有这个师兄师姐来帮你做调整，对，他们怎么帮你调整？但是有的做腕部，有的做七号、六号，反正全身都帮，全身都帮你调整。最主要，是我的手都没有肿，我的伤都没有肿，也就恢复的很快。对，但是都没有肿，像别人家说手断了啊，会淤青啊，一手就变成两只手那么肿。我都没有，都没有肿，手术伤口也是没有肿，只有红红的而已。你刚刚不是说了，你在发生车祸当下，其实你自己就有，赶快自己先调整了。车祸没有调整，那时候我已经不行了，那时候不行了是。对。那在这个醒来之后，那时候已经是什么样的状况？醒来以后才知道，就肩胛骨断了。锁骨也粉碎性骨折，那肋骨就是7-8根断了7根。但是有手术，但是有装了7只，有装了3只铁甲。那除了那个师兄师姐，然后还有电条在帮你做调整。对。那或许你自己在家里面，你自己有没有怎样帮自己调整？有。那你怎么自调？我这一手七号，就是直接6号与7号，然后就。是，所以到现在你就觉得非常的神奇，然后用这么短的时间，对，让自己的身体，一个多亿，我就全部都差不多好。是。非常谢谢林师兄的亲身分享。那当然，我相信你就是学了长生学，然后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么好的。好在就是有学长生学，不然我病可能。